么鼎鑫集团这回呢，是不是呢自由发迹的他们就会栽在自家当年发迹的油品这一起的事件当中呢？台湾的黑心混油事件已经到第三个星期了，知道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到新闻看得很不耐，但是其实为你食安来做把关的话，你真的不能够在这里松懈，因为没想到政府挂包锦州也一样没有用，这么大大咖在这里呢，他也是不老实。台湾的油品大咖还有吼，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就这样安然度过难关，还是其实接下来真的会能够被发现，问题还真的是非常之多。这是呢鼎鑫集团明天会在各大报刊登的广告，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独家取得这份的文件内容，但是呢曝光之后会不会做修正我们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刊登，会不会做调整，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从这份的一个声明书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鼎鑫没有认错的一个诚意，在这边的责任是推给了大统，所以要告诉大家，我们买的大统的原料油这个是有层层把关的，重点是呢大统原料油都是100%的西班牙的油品，所以那么刚才我们的来宾分析说，如果一旦出问题，大统你要负责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继续看下来，在第三点的部分说到的是什么呢？好，在第三点的部分他继续说到，好，鼎鑫自由确实购资大统的原料油，强调都叫做原料油吼，观众朋友们搞不清楚哪个油叫原料油，搞不清楚哈。但长期来我们自己内部可是有稽核程序十分的严谨，表示你买了大统原料油之后，你自家都有做稽核，有做查核，所以大统原料油到底是什么油？好，你们是心知肚明吗？好，那我们就不晓得了哈。那既然都已经大辣写在这，明天会不会公布，会不会登在四大报？大家可以明天继续来做观察。好，当然这个中立新闻会继续带你来关注大厂的油出问题。那么接下来他。其他食品还能吃吗？我们就请这个营养师带大家来看，特别是这个大统的油吼，现在在应该不好意思是鼎鑫的油吼，在它的屏东厂当中呢，现在是有三种油桶。画面上观众朋友这两天透过我们新闻都看到红油桶最多，因为确定里头是混了大统的同叶绿素的味橄榄油，这个屏东卫生局都说了，那鼎鑫还是告诉你，我进的是100%的油，那你这些油是拿去做什么的？你鼎鑫自由厂做的油不通通是帮那个味全在做的油吗？你还要说你是100%进口西班牙的原料油？我不懂这个落差在什么地方，是你们听不懂还是这个搞不清楚实际状况是怎么样？但它还有蓝桶跟白桶的油，但蓝桶跟白桶的油是什么油呢？目前还查不出来哦。但是同叶绿素我们官方是检验不出来的，但味全说它已经过关。同叶绿素这种东西的话，我不相信西班牙哈那么高干哈就加好同叶绿素再卖给大统，所以哈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很大匪夷所思。那我一直强调说，大家说同叶绿素说什么健康食品里面有叶绿素，好，叶绿素里面哈其实叶绿素里面中间那个元素是镁。叫镁，可是它为什么？因为镁没办法溶解在我们水中，没办法在油里面，所以呢，它里面用铜去取代镁。但是铜跟镁不一样哈，铜的话呢，在人体当中呢，就是长期食用会伤肝。伤肝。对，因为它是会累积，它是有毒性的。那铜是一种所谓的我们微量元素，但有些微量元素吃多是没问题。是。但是铜这种微量元素吃多对。我们肝脏有问题哈，我们记得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台湾因为鹅啊哈有牡蛎被污染，铜污染的问题，所以牡蛎那时候就是很多牡蛎，那个克隆也很可怜，牡蛎不能吃，对，就是这个铜的问题。就是、这个铜，对。那如果我们吃太多的话，会变成肝炎、肝硬化哈、然后甚至肝肾病变。那其实哈，尤其像一些慢性病患跟贫血的患者，应该要避免使用。那最主要是有一种就是叫威尔逊疾病的哈，他如果吃太多铜的话，累积在肝脏里面。我们以前曾经有个病人，就是因为他本身那个代谢的问题，形成就是基因的缺陷，所以铜累积在肝脏当中，他最后因为换肝才能活下去。所以其实我对铜叶绿素这种东西，其实我是认为是说这个东西要好好查，因为在我们食品法规当中，只能添加在哪里？只能添加在口香糖， yeah. 因为口香糖我们不会吞进去， oh, 对，所以铜叶绿素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吃进去。那可能有人说，哎，那我们市面上看一些东西为什么有绿色的？但是铜、钠叶绿素，铜钠叶绿素跟铜叶绿素两个不一样。那市面上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绿色的东西，它是用黄色色素跟蓝色色素两个合在一起调成的，变成绿色，跟这个铜叶绿素完全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东西，即使你认为是说，哎，这个油没问题，但是你铜叶绿素你就还是违反的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的这个法规。是。这法规你还是违反的。基本上，我认为是说，除非西班牙。技术那么高干，要加同叶绿素东西才能卖给你，否则的话，这个东西你说没问题，我觉得很怀疑很大。好，所以我们谢谢营养师的说明了，因为卫福部也告诉大家，现在正在赶紧研拟出一套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检测出同叶绿素的一个存在，所以官方根本还没有正式能够检测同叶绿素。卫全的声明稿昨天告诉大家，我们的棉酚跟同叶绿素是完全过关的，你给谁验啊？不太清楚哈。好，这个质疑当然也需要卫全还有鼎鑫集团自己好好来说清楚、讲明白。但重点是，那么的鼎鑫这个制油厂。制的油，
只在台湾销售吗？点心食品很多很多，哎，就有问题吗？我就请玉蔻姐带大家来看，它的产品很多哈。那我们就要来看到说呢，方便面起家嘛，哈，在对岸是因为方便面的一个市占率不得了，市占率全中国大陆44.2%，一年呢，中国大陆吃掉5亿包啊，500亿元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方便面，它占44.2%，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大？方便面里头面要不要油炸呢？那面里头一定有酱料包，酱料包里头有没有油呢？他们还开牛肉面店，还有快餐店，快餐店一定要炸鸡、炸这个薯条，通通是用油，安全吗？所以他这些为什么这个鼎新企业他的危机处理哦，从周末一直到这个今天为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这个食品业者，而且他所影响的这个人数是十分多的。那他到这个今天中午为止，我们所得到他们平跳灯的这个广告内容也是逻辑不通的，没有这个说清楚。因此未来他的可能的发展当然对他的事业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比方他的每一个方便面，它每一种面里面用的油，你要怎么样的抽检？你用的这个在台湾它已经也开始这个营业啦，也在台湾进来了，它已经在台湾也进来了。那它的这个这个牛肉面店，它的是餐厅的店，在大陆也非常多，所以它所这个影响之所及，包括了它连那个方便面的炸面的油，它用的是什么油啊？对不对？像这个快餐里面用的油是什么油？它是一个这么大宗的一个用油的这个跟产油的一个集团，他竟然这么不可思议的是说，按照刚才我们讨论的他那个广告，是他在给这个味全做代工的时候，他竟然是跟大统，那当然有很多可能有一些他们业者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方式了。这个是逻辑非常不通的，这个最大的逻辑是他用的是大统的原料油，那到底这个原料油呢是原装进口的西班牙油品呢，还是调和油？一二三四这个逻辑讲不清楚，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你到底进的是大统的那个棉籽油，还是说那个里面的另外你进口了它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纯的橄榄油，还是说你两种都有进？看这个看起来是两种都有进，是又有它西班牙的原装的这个油啊，它强调油品，它根本没有讲西班牙油品一点点，那大统也有啊，大统不是2%的那个橄榄油吗？然后2%其他的全部都是那个其他的烂油啊，棉籽油。那这种大桶的原料油呢，到底是什么原料油啊？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一个稽核程序，拜托十分严谨。傅维湘在这个爆发亚康之前，他的总经理还敢开记者会，全台湾的新闻台都在播，卫福部还相信嘞。结果呢是怎样？傅维湘老板现在已经诈欺罪起诉嘞。是这个，所以这个十分严谨是你们自己的严谨程序吗？你这个这么大一个企业，你卖那么多方便面，你这么还用这么轻慢的态度来登广告，自以为就可以过去，这是我最为家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大的集团，你的危机处理是用一个这样的逻辑不通的广告，越说越复杂的广告吗？我替他们这个集团捏一把冷汗，而且是很大一把冷汗。好，当然是越说越不通，观众越搞不清楚，消费者搞不清楚，事情就 pass 过去嘛。我们待会回来。